不近。哎，那个，我就看他什么时候发现我。没有人发现我，我就这样站在这里。王百强，王百强，为什么他对自己的名字没有反应？孟美乔小朋友，孟美乔小朋友，你的队友拿着摄像机对着你五分钟了，叫了你三遍名字。真的？美琪，你刚刚干嘛去了？怎么现在才吃饭？刚化妆。啊？你在哪里化的妆？啊？你就坐在那里吗？为什么没有？可怜白哥的牛仔裤，不可能吧？家里多，那你先吃，吃完跑不掉。OK。我美琪终于没有在吃饭了，回答一下，看一下镜头好吗？为什么你今天发型非常的像那种抑郁的公主？因为我就是个做作的女人，收一下。今天是不大哥的大哥。还有什么话想对镜头大家说？我们一会儿来见。